现在外面太阳很好，但是我看天气预报，他说晚一点会下雨，然后呢，我就想着下雨，我就不想做冰粉了。我希望冰粉能新鲜，就是要每天要新鲜的。昨天我卖剩6瓶，我都扔了。我希望每天新鲜。今天早上我说一下，今天早上。现在我还不能出门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排毒啊，排了好几次了。我想排完，先排完再出门吧。因为现在有这个乙酰，有钙化，要很注意饮食哦。有好多都是好多东西不能吃的，就是你吃很好的产品，如果你的饮食没有注意的话，就是百分百配合百分百效果嘛。那你没有注意，肯定效果没那么好咯。就好像我这样子啊，就算我吃很好的康宝莱产品，但是我也睡眠也不注意，饮食我也没有注意，就是乱吃，又吃辣的，什么都吃。所以我现在要很认真啊！你看现在呢，需要3个月时间调理，需要3个月，去就是调理这个亚健康需要半年嘛，半年。再去体检哈，我比如说我吃肉的话，要先用醋加冷水泡好，但是我没有醋加冷水泡，我直接是水煮的，烤的更不行了。然后要多吃绿色的蔬菜，香菇、黑木耳，还有白花菜，绿花菜、青萝卜、淮山、藕棒、牛蒡。冬瓜、苦瓜、生菜、芹菜，哎呀，这个芹菜好难吃的。我今天煮这个芹菜，觉得它很难吃，但是为了健康必须要吃。上次那个客户说，那个芹菜真的是很难吃的，但是你想着你要健康的话，就是更难吃，你也要吃。就是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的，不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的。就是健康的东西不好吃，好吃的东西不健康。鱼呢，可以吃桂花鱼呀、三文鱼啊。想起前几天买那个桂花鱼，好贵哦！那桂花鱼啊，好像一个手掌这么大，再加一个小拳头，然后就30多块美金，很贵啊。但是我比较喜欢吃桂花鱼。这个鱼啊，桂花鱼，我今天早上也是桂花鱼、芹菜，然后水煮一下，放了点康宝莱鸡汤，很好吃。早上就先喝个晚安，再吃这个桂花鱼，这个汤喝了，菜吃了，水吃了，鱼也吃了，吃完就排了3次厕所，排大号哈，然后就是排毒，把这个毒排完才出门。那还可以吃三文鱼啊、马头鱼啊、鲈鱼啊，还有要先就是先用醋加冷水，先泡好。要少吃上火的水果，比如说葡萄、香蕉、芒果、榴莲、龙眼、荔枝、菠萝等。少吃炸的食物，太辣的、太甜的、太咸的食物，清淡为主。少吃粥、粉、面包、河粉、糯米、米粉、发酵食物、防腐剂、蛋糕、饼干、坚果类、花生、腰果、豆类。哦，这个腰果。就是这个坚果，我上次去买的还没吃啊，我想把它吃完再。但是我一天就吃10颗吧，减肥的人也是要规定一天只能10颗。我最近也瘦了，好像瘦了，哇，可能卖吃冰粉吃的多了，都有时候卖不完自己吃了，吃不完就扔了，当天要当天新鲜。我现在好像瘦了有6磅，瘦了6磅。暂时不吃牛肉、羊肉、鸭子、腌制的食物、醋肉、鱿鱼、鳗鱼、芋头、咸菜、咸鱼、虾、螃蟹、带鱼、龙利鱼、空心菜、菠菜、韭菜、芥菜、茄子、青椒、西瓜等。因为。就是说，你缺乏的营养会导致你那个免疫系统检阅，体内毒素太多的话，太高毒素的话是无法消化的食物的，都会成了宿便。
加上频率吃的菜多或者菜快，食物是完全无法消化成的。素便没有等等，中午要吃七根葱白，先放油里炸，炒一下再加瘦肉香菇，炒一下加水开了再加两个鸡蛋，只吃一个蛋黄，多吃绿色菜，少盐清淡。讲回我以前的爱情故事，顺便给大家补充一下哈，我以前很喜欢玩 QQ， 然后我在上网认识一个男孩子，这个男孩子很优秀的，叫博士 ，sexy 毕业的，但是家里生活条件很不好的，就是一般般的不好的，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个男孩子，比较优秀，比较上进。但是他不喜欢我这样，我长得太丑了，因为我又长得又不高又丑。然后我通过上网认识他，我还去他家里呢，我去他家里，我对他家里也很好，经常买东西给他，有急我就给钱他爸爸妈妈，然后我给500块港币啊，给他妈，又给了他爸爸，但是他妈妈又给我买很好的东西。但是他那个男孩子不喜欢我，我花了2年时间去追他，也没追成功啊。因为第一印象很重要啊，就是你人家不会看你的内心，要先看你的脸长得漂不漂亮。然后，因为我经常去他家里嘛，后来我就知道，哦，他这个爸爸对，他的爸爸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早已经不在了。他已经做手术做好了，后来又复发了。你看香港的技术那么好，都没有，癌症是很难医好的，就是10%几率很，只有100个人里面就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好。那好，那个人都是很幸运的，可能前身有很多很好的，做了好多善事。他爸爸就是，再说回他爸爸哈，就是一开始我看他。家里有好多饼干啊巧克力啊，他可能没有注意那个饮食啊，他乱吃东西，他手术复发了，但是要吃这个止痛药，一开始呢止痛药是挺管用的，后来止痛药也没有起到作用，也很痛苦了。癌症啊很可怕，我发现很多人都就是我身边啊，你看我姐夫也有癌症，他有吃药控制的，他做化疗，他说好痛苦，他也做不了。我姐夫就是肚子大嘛，他也没有问题，就是肚子大。他以前有做工嘛，现在有吃药控制的，但是也不做工嘛，就我姐姐做工。现在我老公身边也有个亲戚也有癌症的，好像说这几个月就没有。那个人也是肚子大的，也是肚子大会好多问题的。所以啊，为了健康，哎，什么东西不好吃东西也必须得吃。为了健康，加油！我想起啊，还有一个故事讲给你们听，就是我们那个村啊，隔壁有一个人，他有两个儿子的。有一个儿子是长得瘦瘦的，有一个呢是长得胖胖的，就肚子大大的。现在房子也建了，小孩子